我还没开始录，太好笑了。我要帮他穿耳蜗这个地方，然后帮他戴特别的耳环，三角形的。哎，然后他是我们的熟客，他都会来。之前我按下去没有录，有没有？然后老客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那怎么自动关机啊？没按到录影的。”没按到录影。我先帮你耳朵再消毒一下，再帮你用。有时候像我们如果说肚脐痛了没有，有时候可能是在玩它的时候去扯到啊，有点撕裂伤，然后可能有感染到，啊就叫我上次教你的方式处理一下就好了。就那时候胖到100多，真的，我最胖到128了。嗯，回台北了啦，就离婚离没有。每天忙着团团转，劳心劳力，收入却没有增加，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？我已经快到不行，过年了，我发不出任何广告给我爸妈，然后还有小朋友。最后一笔40万的债务是朋友的创业基金，朋友意气相挺，终于让他们头过身过。就是他刺的那一下比较有感觉，对。可是他很容易就带过去了。啊，因为枪打的话，他就是把你的软骨筋开，就会不舒服。枪打的肚脐真的很痛。啊？你说枪打的肚脐真的很痛。就这样而已。而且我用比较细的针帮你穿，你是不会流血的。有的话是一点点，剩一点点而已。赞哦！你看这样很棒哦。很好。